妈，少了。儿子，你起床了？饿不饿？妈给你做饭吃。饿啥呀？就你做那饭能吃吗？整天一点油腥都不带。给我拿点钱，我出去玩去了。你又要钱，一天到晚的，你天天出去，你出去干啥呀？你这也不在家里干个活啥的。我干啥活？我是那干活的人吗？就我这，我跟你说，我得一天三顿在外边，就还干活，咱家这破院子干啥呀？我跟你说，趁早卖了得了。一天到晚说话没正形，卖了我们住哪呀？这看那家铺，这是晚上回来了，你有个地方住，要卖了你睡在大街上啊？这房子一卖，有钱没钱啊？我天天住宾馆都够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说这没用的，都那么大了，给你做饭吃去。我不吃，赶紧给我拿点钱，我等着出去呢。我哪能有钱给你啊？这家里穷成这个样子，都是靠我在饭店打工挣点钱，你们才有点吃有点喝。没钱没钱，也不知道你在那破饭店能挣多少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投胎投到你这里了。哎，行了，我走。你瞧瞧你哪样。妈，我就有事儿，今天你给我拿点钱。你有啥事啊？一天到晚的。小白，你能不能赶快去找一份工作，别在家里老待着了。哎呀，现在工作这么难啊，找工作慌什么？你就先给我拿点，我今天出去办事呢。哎，你瞧瞧，你爸死得早，妈领着你们两个也不容易，你们两个也都长大了，都能挣钱了，你们呀谁都不去上班，就这样靠着妈自己长大，你们去修屋用啥给你娶啊？行了行了啊，一说就说我爸去世早，去世的早啊，娶媳妇这事啊还早着呢啊，不娶了，你先给我拿点钱行不行？行，反正啊，妈这一个月工资还没到发的时候呢，只能给你拿50块钱。50块钱？你打发要饭上了啊？这么看不起人？行了行了，哎，真是的，我怎么投胎到你这个穷鬼家里了？哎，这可咋办呀？这两个儿子都长大了，一天游手好闲的。姐，美丽，你这干啥去啊？我准备上街呢。咋了你？怎么看你老是发愁的样子？我那两个儿子，大狗跟小白，啥都不干，天天在家里啊给我要钱。你想我有多少钱给他？在饭店上个班，一个月就那一两千块钱。我们那啥吃吃花花，一分钱都不剩。婶儿，我看你就是太惯着他们两个了。你看他们两个老指望着你，是不是啥都不干啊？一伸手跟你要你就有了。照我说，你就啊别管他们。我不管他们能行吗？现在都快成媳妇了，若我家里啊我老骂他老吵他，叫外人听到了，谁家姑娘能嫁到我们家呀？婶儿，我知道啊，你这做母亲的肯定心疼儿子，但是呢该放手就得放手。你看你只有放手，说明他们自己都悔改了呢。叫我说你这样咋样？你听我跟你说，这样能行吗？婶儿，你就听我的试试，也总比你这样强，对不对？那行吧，那我也走了。美丽，行，我走了。是啊。妈，妈啊，妈，妈，妈，你们两个回来了。妈，我听美丽说你怎么了？怎么生病了？妈今天去医院体检，也查出来我有病。我感觉到这段时间妈身体都不舒服，可能我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妈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有病啊咱就去治。儿子，你说的也些好，哪来的钱去看病啊？妈，咱家没钱，没钱，我跟我哥，我俩去挣，挣了钱给你看病。儿子，哎，你们就赶快挣钱吧，你们要现在不去挣钱，以后
你们就要饿着了。妈现在也不能去上班了。妈，你别说了，这个看病的钱我们兄弟俩想办法。妈，这钱您就别担心了，你这边花多少钱我们挣多少钱，你说你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兄弟俩养大，现在你有病了，我们再怎么说也得给你看病啊，是不是？以前再怎么不孝顺那也是以前了，以后我跟我哥我俩好好上班，尽量把你这个病给治好啊。您说呢，哥？你说的对，弟弟。妈，你就放心吧啊，这个病我们兄弟俩肯定给你治好。我儿子啊，真是长大了，会知道心疼妈了，妈这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。妈，你养我们小，我们呀应该养你的老，这病啊您放心，我跟我哥会想办法的，您就放心吧。妈，你就放心吧。妈。